这叫渴望鲜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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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别别别！这说明狼人就是那种狠的那种角色，你知道吧？狠啾啾的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最后1分钟，现在只有21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。我曾经是打个啥呀？杀标的人。打个德语啊！给我死！还有50秒开奖啊！你是猎物。Yes， 他是猎物。谢谢牙疼吃不了糖。谢谢油漆七家的远哥。谢谢油漆七家的远哥。谢谢年华争霸。感谢年华争霸。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这不回家了，这回家没啥厨的，关键是。谢谢蓝林汉是我哥，我先去查个眼啊。咬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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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，咬！你以为你打得死我兄弟？我这血条老假了，不要相信狼人的血条，知道吧？永远不要相信狼人的血条。自由狭路才被终结。咬，哎，挠，开 E， 炸，挠，挠，咬 A， 挠，挠，挠，哎呀！我应该 A 一下小兵好了，我刚才 A 小兵我死不了，我 A 一下小兵吸一下血，这个螳螂应该打不死我。A 小兵好了，没回血。我很记仇。不，没事。E 开慢了，没有开慢。E 没开慢 ，E 早点开就死了。我跟你说，狼人必须得残血开 E。知道吧？一看你就不会玩狼人，你好好学着点的狼人啊！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见没？咬，平 A， 咬。A，A E 开起来 ，A 炸平 A，A 挠咬，鲜肉，城市是小的，就是这英雄吧，补刀稍微有点慢。出巨酒一会儿再出，不着急，我们先出一个分离者。英雄总是要死的。
他咋不回血呢？哦，50%血以下才回。鲜血让人慌着。我退线很慢的，你到底打不打？谁没有血了的？螳螂没血了？啊，不对呀，中路的劫吗？有。来，开 E， 我靠，好痛啊！哎呦，这么疼！有点痛啊，有点痛。你没开出来，开出来了，被秒了。你下的是我流行了野兽。这波我强音，我们开慢了，我应该能双杀的，这波没玩好。这螳螂过来，我应该能双杀。这波一开慢了。哎不行，这那鱼跟这个螳螂爆发有点高。我开着 E 给我秒了他俩最后。溜级的那鱼。本来就能双杀，能双杀，刚才可以双杀。刚才先吸收一波伤害，摁个 E， 然后咬一口，挠一下，就直接就满了血。带个盾好了，狼人应该带盾的，其实带着点盐没什么用。咬，挠，挠，闪现挠，有。有点急了，这波，哎呀，着急了。操！可气！哎呀，真是可气！哎，刚才大招为什么没大到他呀？不应该呀！我差点就感到痛了。吸附 Q 呢？忘了，因为狼人其实我也没怎么经常玩，你知道吗？这狼人我也挺长时间没玩了，让我先稍微先适应一下啊。稍微适应一小下，分离者700，这边回家应该能出出来。哎呀，下波他有点盐了，不好办啊！你的尖叫会让你窒息。开始有点猥琐，不太好杀了。少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来。我变成了怪物。来。哎呦我这个伤害，我又开着E给我秒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
怎么这虚区这么高啊，这两个人啊，我天哪，我半血开翼把我杀了。为什么不 R 呢？ R 没用，那 R 不让那鳄鱼打断了吗？但我的 R 好像是可以那啥哈，好像是无法控制。别着急，我只稍微缓一缓，别着急啊，稍微缓一缓。看着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这鳄鱼都600块钱呢，我天哪！拆他几灯塔啊！刀莫内顶，狼人要负 W 的，不能负 E 的。回家，知道了。先来个木点鞋吧。W 的主动怎么不用？用主动干嘛呀？我们又不追人，有人需要追了再用啊。现在用它有啥用啊？这波螳螂来，我估计我应该能双杀。他要再敢来的话，你敢害怕的不是野兽。太大 ，A 咬平 A 闪现挠，不行了，这也不能双杀呀，这伤害太高了，真的这螳螂这英雄伤害是真高哈、哦，我又不敢慢点开 E， 我慢点开 E 我又怕让人他俩给我秒了。这两个人爆发太高了。赖军带队，你杀的是沃里克，但留下了野兽。祖安会还手的。你说我大早了，我那大晚了，我直接人就没了，我都不敢大晚，我怕他俩又给我秒了，这俩伤害太高了，哪敢晚点大呀？那晚点大不死了吗？小龙来，
来来来来来，我寻着血味来了。几个人？先杀大树吧。致命点呀，这必须追死他，给我追来。1000块钱。咬，别着急啊，他打不死我们。咬，炸，哎，上面没人就行啊。这瞎子干嘛的呀？你到底是给我兵还是不给我兵啊，兄弟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聚酒，再来个锁着甲吧。可以来，我寻着血味来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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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给我挠住，先挠个鸡，咬，这完了，怎么剩这老些人？1亿个人，那队友呢？哎，可以。漂亮滑板海，但是薅着把上路就拆掉了呀，薅着。哎，这个盾弓，七姐，就你叫薅着啊？就你叫薅着呗？你说你吓唬他干啥呀？在这里打红，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在这里打红 buff， 好玩不？我先把蓝打。吸附抠，啊，炸！先杀螳螂，挠吧。他们没办法了，来了个鳄鱼，他妈人太多了，这鳄鱼回回跟这螳螂联机，真是的，这俩人，哎呀，出点什么攻速的装备，出个破败一会儿，我们把这个出完，出个破败，攻速有点慢，稍微。出完破败，我们整个反甲或者是携手。哎呦，哎，漂亮啊！保护一下滑板鞋。让滑板鞋死了。
我们来啦！别着急啊，这鳄鱼跟这又连体，算了，溜了，不打了，人太多了。这鳄鱼咋的呀？先恐惧，来挠住鳄鱼，吸附 Q。你要想跟我跑，你肯定是跑不了了。薅着在这里，炸！吸血，快救一下，快救一下！可以，这个风墙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是薅着可以杀，杀薅着，薅着死没死？薅着，给我踹他。Nice， 小龙拿了，出个破败吧，不行，这攻速太慢了。狼也，你下的是沃里克，他流血了野兽，这点疼痛算不了什么。有些人让我复役，那一复役级加5%的减伤，那 W 技能加满对抗5%，那个50血以下人给110%的攻速，你是复哪个？你想想复哪个？这波这个位置没有人。复议啊，那就这还复议呢？那你复议吧。我不复议，你复议，我肯定不复议。我打半血以下人，我有2.5的攻速，我还复议，我才不复议。跟我来！来了，兄弟们！喊！靠！跑什么玩意儿呢？跑！打大龙！我救不了你们，也不能。给我杀大树！致命点烟，那薅着敢出来，我直接杀他。你看他敢不敢出来？耶、yeah, ，没回去。来个破败，最后再来个反甲就可以了。来，往前冲！鳄鱼就一个人啊，哎，真就一个人呗。行，好像要杀我，炸！
就你叫螳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跟我跑，哎，这薅着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跑，兄弟。嗯，你跟我跑。几个人啊？好几个呀？那算了。哇，这薅着怎么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这薅着怎么把我队友全杀了呀？这薅着，看来我们得杀薅着了，啊，得杀薅着了。小龙拿了吧，这瞎子在干什么？是你造了这副怪。跟我冲！致命点燃！别杀我，别杀我！咬！是薅着！妈呀！咋不给大呢？薅着没死啊！有点扛不住他们伤害，伤害有点高。哎，能打过这大树吗？费点劲吧。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出破败。我又想了一下啊，这把其实对面全 AD 阵容就应该蓝盾配反甲，但是破败都出一半了，就算了。这薅着在这回城呢，那算了吧。嗯，回家了，拉倒吧。蓝应该也没了，回家了。下边出来十六级，亚索打了29分钟，出了一个装备。我收拾不下爪子上的毛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你在干嘛呀？别秀了，求求你啊，别秀了。升个16级。先挠一走。哎，这一脚啊，炸！挠吧呢，剩个薅着，剩个劫，搁这儿呢，能打过不？哎，还行，俺们家剩俩，对面剩一个，哎，还可以接受。我想去单带了，我们现在单带一个打俩没啥问题，
除非打的是好的啊，其他人打两个随便打。我想去单带两波，看看能不能拖他们一波。这正面打团我老死，因为我就我一个前排，那老让人干，开个 E 也没用，进场就死，死的老快了。没有人，都是呆板的人呐。守塔呀，又不是守不住。你干嘛呢？换了手机地吧，别往出滑了，那滑板鞋不行了，好像得回家了。咱先杀个好的啊，挠住，挠起来，给我挠起来，跑！你们跟我狼人跑，你们能跑得过我？哎，我操！一下瞬移了，上薅着，没用，他跑不过我，给我追来，我看他能跑到哪去来，我看他能往哪跑，你跟我狼人跑。大小龙来，先大龙吧，先大龙，先大龙，先把大龙打了，追一下啊，大小龙。小龙吧呢，小龙打完打大龙来，蓝枪在干嘛呀？杀大树来，先把他恐惧回来。打大龙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这大树都死了。我八秒有大，快点的，那瞎子过来呀！恐惧接上我们的大招。哎，大龙拿下来了，可以啊。小龙谁的呀？小龙也我们家的，可以啊。我这有点无敌了呀，这我们家要能再有一个前排，对面不集合我得老猛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一个 Q， 你看我打那炮车没有，都打那么多血，我这一个 Q， 我这打蓝 buff 直接半管血，给我追来！啊呀呀呀！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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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跑这么快？算了，不追了。会看着你血流一地，
却什么也不会做。把破败卖了，不要了。为了防止我们跑得太慢了，直接这样出去。看看这劫在哪里，挠死，别让他动啊，让他动的话他有可能能跑。没关系，他们家又不能一波，又没兵线，去把他们家下路给拆了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Your inhibitor is falling soon. 把下路拆了啊。先挠一手薅着，接一个吸附扣，挠，你跟我打兄弟，你没有搞错吧？啊，你没有搞错吗？你跟我打，哇哦，屌不屌？屌呀！分心了，兄弟们，要不这波我交个闪，这劫开个 E， 他打不死我。他打不死我。分心了，没看见这个劫。小龙，小龙龙魂，下路没拆掉啊。这家伙，这亚索打了半天三件装备。哎，这滑板鞋可以啊，低的，真歪呀！哎呦我操！我错怪你了，瞎子，牛逼！找找他们家薅着啊！往哪儿走？啊！哎呦我操！跑！你跟我跑！啊，好气！没事，我有玩点。他应该不太能跑得过我。溜了溜了溜了。跑得太快了，这螳螂。撤！我们没有人。我们主要得找到对面的薅着啊。其实我觉得打个大龙比较稳一点，可以上去追这个劫，劫到牙骨了，找到他。等一下啊，炸，挠挠，咬住。可以大龙，哎，也可以中推，先推中吧，先把中推了。
来，我们往下走一波，找一波好的啊。薅着回家了，大龙吧。这也推不下来呀、啊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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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把这蓝拿了，先挠住啊！开 E， 回头吸附接个炸，先上后排，咬，这有点疼啊！回来咬，来上大树。大树有闪现，我们往上走来。哎呀，投降了。哎呀，这狼人好难玩啊，真的好难玩啊，这英雄玩的，哎呀，玩的，哎呀，玩太累了，说不上来，这。